谢小姐主要加入了拉丁元素有氧操，跟着我一起摆动胯部。好，我们加上弗拉明戈的手势向上，向侧边单手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向侧漫步，三次击掌。在我们侧身慢走，最后一次停止一下，我们改动击掌的动作变成抖肩加速，动起来，向侧大前后，向左边，新动作向斜前，前后点地，向后摆动我们的小臂，再来一次，换一侧，感受我们的身体向前漫步，恰恰恰恰三次，加大幅度向侧转，非常棒，再来一次，感受我们的重心前后，加上手臂。手臂上下，最后一次。好，我们再向右侧时转圈，最后一遍，侧转圈，从头开始 ，Go。向侧加大身体的幅度，抖动起来。最后一遍，还记得吗？向前后点地 ，Go。动手臂，换一侧，新动作，我们将跨步做三次转圈，手脚换侧，头后向前，加大手臂的幅度，长吧，最后一次 ，OK， 原地。加胸腔转动，三次并腿。好，我们改变方向，转圈，反方向，全部连在一起 ，Go。抖动起来，向侧 Mambo。我们向前进，前后点跳，向后甩动手臂，另一侧。向侧 Mambo 恰恰，转圈，再来一次，转动胸腔，跨步，换方向，再后一遍，再次摆动我们的胯部，向前后点地，加油，跳高一点，换侧。慢走，转身，向侧，加油，大的胸腔，